我呢是德法上的缅甸厨师长，叫马顺利，也是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人。1985年，我来到这里，从学徒做起，在老师傅的指导下，和大家一起逐渐把饺子宴宴越做越丰盛，越做越精细。作为着有一个1800多年历史的这个北方传统食物饺子，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寻常的食物，它被赐为了和和满满、团团圆圆、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。你像逢年过节、家有喜事，大家一家老小围着桌子包饺子，寓意就是和和美美。咱西安的饺子，你看家家户户都有饺子，各个地方都有，但是他们这个花型没有西安德法上的多。咱这个饺子主要体现在一饺一形一态，北饺北馅北味儿，它是一个饺子形状，一个口味，一个馅儿系，蒸的比较多一点，烤的、煎的、炸的、烙的、烩的都有，但是它这个花型和口味形状是一个样子一个的。咱以蒸饺来说吧，它就是蒸饺以动物类的、花草类的，这是形状啊。它的那个馅系呢有两种，一个是表里如一，一个是起这个名字。比如这个核桃馅，它里边是核桃馅，外头是核桃形状。它的那个青蛙馅，它里边是牛蛙馅，外头是青蛙的形状。但是还有一种像一种饺子，像一种我们的这个天鹅饺子，我们形状是天鹅，但是我们不能包天鹅肉，这是违法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包成一种甜馅，比如莲子馅呀，比如咱们的那个红枣馅呀，这种甜馅。一斤面呢，它加入精炼油，加入开水拌烫的形式，烫之后把面烫成絮状，然后再用凉水把它和在一起，我们叫热水烫死，凉水救火，把面性这个筋性也都救出来了。制作馅的时候，你买回来的肉馅的话，你都要加入这个高汤，加入这个肉馅，顺时针搅，不能就是一会儿顺时针，一会儿倒时针去搅，把这个肉馅都打这个泄了。分三次把你的这个高汤加进去，按你的肉的比例，按这个高汤的比例加进去，加够以后打成粘稠状，然后再放入盐，把这个汤就浸住了，它就不吐水了。蒸的时候，你包好的饺子放在这个笼屉上，它这个气呢，大气上到这个盖子顶，5到10分钟就可以蒸熟。炸饺子就是水一开，把饺子放到锅里子，点三次凉水，盖三次。待饺子全部飘上来以后，你看着白白胖胖的，你拿笊篱一捞以后，你皮和馅分离了以后就成熟了。每个人在德法上吃这个宴席的时候，他都有一道太后火锅。当年这个慈禧太后到咱们陕西吃过这个火锅，非常丰盛，太后吃的非常高兴，吃的是美味，品的是文化。我做饺子已经33年了，就是从不会到会，到现在已经非常熟练，现在还带徒弟，带了十几名徒弟。我觉得做饺子跟做人是一样的，你就包括带这个徒弟也是一样，先让他做饺子的时候，先要问他愿意不愿意干这个，你自己觉得这个有没有意义。所以你从带他的时候，你就一点一滴给他们讲，不要去强求他，只要他一旦爱上这个饺子的话，你不用说，他会一心一意去做的。所以饺子我就是有生命的，他任你做的饺子，做任何事情做好了，你觉得这个饺子跟你非常亲，就是客人吃到你包的饺子，客人也觉得高兴，你更觉得高兴。为啥？这个饺子不光是一个饺子，它有文化，有你的人的心情，有你的心意在里面，它是有生命的。